我是黄诗琳，来自马六甲。相信你也知道，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结构的基础重要物质，每天都需要补充。今天我想与你分享我手中这一罐180鲜由日本进口的 Miki Soy P95 三鸡大豆蛋白95。 Miki Soy P95 是由非基因改造大豆制造而成，非常安全，确保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。它是分离大豆蛋白，蛋白质含量高达85%，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提供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，帮助修复受损的细胞。 Miki Soy P95， 我与家人最佳的选择。